Hello， 陈玲姐、小姐你好，希望你的病赶快好起来哦。我是李炳辉，我诚恳的祝福你渐渐好起来，因为你的心地很好。Hello， 陈玲姐、小姐你好，希望你的病赶快好起来哦。我是李炳辉，我诚恳的祝福你渐渐好起来，因为你的心地很好，也感谢你的照顾。我现在呢。也很喜欢你，因为你很喜欢我，我很喜欢你哟。我唱首《春风带着一份礼物来》，你叫那桃花开，这是你忘记了。可是我一定会学起来。好，这两天，希望陈不要让陈玲姐小姐你失望。好，陈姐一定很开心。谢谢李美外大哥。